让外国人爱上台湾美食，他们来自美国、乌拉圭、法国、俄罗斯、圣露西亚、瑞典、美国。这要怎么吃？我看不懂啊。妈妈不敢吃。啊，有感觉。台湾的超阿贵，这种味道，它很黏呐、啊，天啊！外面那个叶子吃咬吃的吗？不用，叶子不吃。每周六晚间10点，台视频道，来吧，营业中。